没办法玩，因为如果那只有那些颜色的话，全部拿来的话，人家就人家就没办法玩了。可是因为拿全部拿完，人家又没材料可以玩了。你可以跟他说可以借玩，然后就可以去拿。你拿了五等，有一些人也是想要里面的一些颜色，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就跟你借一些颜色过去了。就是可以拿颜色来，然后放在一栏的那个大篮子，然后就可以不用这样跑来跑去。颜色篮。不用跑来跑去，然后呢？